Halo. F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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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a。做乜鳩？就皮卡超嗰邊喎。係喎，呢只唔係皮卡超嚟㗎。OK， 大家有冇玩 Pokemon Go 咧 ？OK， 咁就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咁一間咧九點半 Home Shop 之後咧就會 Pokemon Go， 跟住就會爐石，跟住就會打打機嘅。好啦，咁 Home Shop 嘅時間，好啦，咁就講少少台務先。我發覺呢個 set 咧都好似用咗成兩個月啦，係嘛？有冇啊？呢個 set 有啊，係咯。咁我哋就不如諗下，我諗下今日屎忽痕，因為動漫節前夕咧就我老婆還未生，係咪？咁就諗住轉一下啲佈景咁樣咯，係啦。咁啊俾個問題，俾個選擇大家啦。下次我哋個主題用咩色呢？大家可以打喺個 chat room 嗰度。你覺得下次主題係綠色嘅，下次真係藍色嘅，或者下次主題咧係橙色嘅，都可以打喺 chat room 度。咁我哋試下買一下啲唔同嘅傢俬翻嚟，睇下可唔可以靚少少咯。我想轉軌咗呢個嘢佢喎，我覺得呢個唔好睇啊。台長你點睇咧？拆咗咯。唔係啊，我想即係俾啲設計咯，即係可能當日鳩做嘅啫嘛。有當日鳩做嘅，認真嘅。咁啊，咁啊，唉，唔知啊。OK， 好啦，全城訓練員 short Q 曬，係啊，唔好講笑啊。今集講咩？應該你咪知咯。OK， 咁啊 ，OK， 咁啊，閒話家常啦。咁啊，而家咧，Pokemon Go 嘅氣勢實在太勁啦。咁啊，如果有間餐廳咧，佢同我講佢有 Pokemon Go 嘅餐牌咧，我都會落去望一望嘅。即係擺到明我知抽水啦，但係睇你點抽咯。即係譬如如果有一間餐廳突然間同我講，我有比加超炒飯咁樣，即係點咧？比加超係兔仔定老鼠啊？算老鼠嘅。即係比加超炒飯咪即係老鼠肉炒飯啊嘛？即係你龜係咪即係水魚燉燉湯咁樣？唔係啊，之前成日見噶嘛。一個黃色的炒飯，跟住粒即係上台嗰時整到成日比加超咁樣，跟住你唔敢畢噶嘛？哦，你講過即係鐵板燒嗰間店，跟住炒個飯，炒公仔飯出嚟。唔係幾間都係㗎啦，幾間都係。呢個題外話講啦，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台長我想講咩？香港咧有幾間咧所謂嘅日式鐵板店啊，即係嗰啲咧係坐喺你前面煎俾你嗰啲啊。跟住咧，有平價嘅就幾十蚊一個飯，有貴價嘅五百幾蚊一餐都有嘅。咁就佢喺前面煎，乜嘢都係即刻 order 即刻煎。咁佢裏邊咧有幾間鋪頭咧就賣點咧就係賣啲師傅嘅手工嘅，即係譬如炒個比卡超出嚟啊，炒只芒刺刺出嚟啊，同你砌個飯啊，跟住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即係成個歌詞炒出嚟噶嘛，可以係啦。咁就當年我最記得係咩咧？係。吃過一餐我老媽煮的生日飯，係個師傅真的在佢面前敲開只雞蛋殼，即係卜嗰啲嘛，係啦，卜唔係係好見佢好慘，見佢好努力咁敲開個窿，係做咩咧？原來佢都用蛋白寫 Happy Birthday 嗰隻字。哦，呢啲因為呢啲係公價嚟嘅。即係大家，但見佢敲隻蛋殼都好辛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以前咧網上邊有條 YouTube 片咧，就係有啲食客咧去新加坡定馬來西亞一間好高級嘅炒呢啲咁嘅鐵板店咧，跟住個師傅係玩雜技噶嘛，係拋隻蛋落，跟住揾到把刀接，跟住變扮硬咁樣啦。OK， 好啦，哇，有幾多人睇緊啊？我想問今日啊，有幾多人睇緊嚟㗎？幾十啦，幾十人啊？唔柒做啦，幾十人而家。收台。好啦，露食嘅時間咁啊，大家，唉，真係香港曾經咩啊？香港曾經叫電氣鼠啊？咁係嘅，唔係咁比卡超其實識日文嘅咧，係拆到個解嘅。OK， 比卡係即係除咗佢嘅叫聲比卡之外，係其實指電嗰啲聲啊，滴滴滴嗰啲聲啊，閃光嗰啲噼噼啪聲啊，咁超咧，其實咧就係蟲 ，OK， 蟲蟲個蟲。哦，所以有咁誒直譯咧，應該叫閃光蟲嘅。閃光蟲蟲係 OK， 唔好講比卡超，一陣間先講我哋 OK。咩？聽日係咪去讀撚節？我哋係啊。你係咪啊？你去唔去啊？你去 Felix， 你去嘅，到時打個招呼咯。
係啊，但我哋唔知道自己去邊嘅喎，我哋可能真係純粹行下咁樣嘅啫喎。係啊 ，OK。路過可能。哎呀，晴，八件未翻嚟啊，咁好啦，你又翻嚟。你走冇攞嘅啫喎，兄弟。OK， 好啦，好啦，今日 Pong Chef 嘅時間啦，唔理啦，咁啊入正題啦。咩啊？放暑假啦嘛。放 season 係喎，你仲讀緊書喎，英國。你今年咩 level 幾啊？定畢業啦 ？level 十一定十二啊？今年畢業啊？阿晴你？好似係畢業啦喎。即係 level 十二係嘛？你個好後生啫喎，你唔係讀大學啊嘛？大學。你讀大學㗎啦？我以為你係 level 十二嗰啲中學生嚟嘅啫喎。哦，你大學㗎啦，真係講大話，真係咁後，哇！你真係後生喎，樣認真喎，我驚。聽日會唔會開台？聽日會啊，點解唔會啊？聽日會開台、啊。俾個理由唔開台啊 ，Jason。動漫節唔係好多嘢睇嘅咋。行個圈就走㗎啦。我哋朝頭早神咁早就去啦，邊有留到咁耐啊？乜女都睇曬啦。OK。希望試得可以 keep 住上集 home show 一定有質素嘅，係啊，係有陣時即係有啲嘉賓喺度啊，講下佢屋企啊，講下佢嘅地區咁嘅啫。我哋從來 home show 都係星期四最有營養啦。咁啊，調走咗 GM 之後咧，星期四最有營養嘅節目咧就係我呢個節目啦。好嘢，好嘢，好嘢，即係質素曝光咁就。阿米巴打，你知唔知啊？就係訪問你嗰集嘅 home show 啊，俾人屌啊！質素奇低啊，變撚咗旅遊節目啊，一啲都唔資訊性啊。OK， 好啦，米巴達咁啊，恭喜你啦。咁啊，佢米巴達話下年再翻嚟喎，再講啦。喂，唉、哎，講正題啦，咪講咯，講咯，講又唔撚到。好啦，嗱，今日咧夏日炎炎咧，咁啊上個禮拜講咗雪糕啦。嗯。咁今個星期咧就會講飲品嘅。OK， 嗱，飲品咧其實咧嗱、我今日會用半個商人嘅角度。商人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襲擊人嗰啲啊！即係昆水，唔係啊！即係打鳩人嗰啲啊！商人啊 ，OK， 用一個商人嘅角度同你剖析一下一啲嘅所謂嘅飲品嘅嗱、啊，我哋唔好計嗱，不、啊、如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市面上香港最容易買到嘅飲品咧，係其實主要分三類嘅啫。第一類就係我哋叫做瓶裝，瓶裝即係咩意思啊？唔使講啦，係嘛？即係有啲水，有啲液體係個樽入住嘅。OK， 嗱可以係扭蓋，可以係罐裝，即係啪嗰啲。我唔識扮啦，好啊，我落講我唔識扮。哦，噗滋啪咁樣啦。OK， 咁啊，維他奶都係叫瓶裝嘅，或者叫包裝啦。即係其實瓶裝同包裝其實都明㗎啦。其實我就唔會分咁細嘅。總之有一個固定嘅包裝咧，我哋就為之叫瓶裝嘅飲品。你話加硬將話啲包裝係 OK 嘅，即係你話好似維他奶、檸檬茶咁，佢有包裝噶嘛？嗯，係啦，即係一包包紙盒啊，或者係鋁紙嗰啲咁樣嘅，咁我 OK。但係我哋為咗方便討論咧，就我哋叫做有一瓶裝啦，好冇？叫瓶裝啦 ，OK。另一種咧就叫做新鮮製嘅。嗯，呢個新鮮製咧就係大家平時飲開嗰啲叫做珍珠奶茶。嗰啲 pearl milk tea，OK，、okay? pearl milk tea，OK，、okay? 即系咧，你本身嗰樣嘢咧係要經過一個人手嘅處理，可能左溝溝，右溝溝，左撈撈，右撈撈，跟住咧去到一個樽裝，去到一個杯裝嗰度同你封瓶咧，或者唔封瓶啦，跟住就俾你飲嘅 ，OK，、嗯、好明白啊，好明白啊，咁第三樣嘅飲品係咩咧？即係。第三樣嘅大分類係乜嘢咧？係咩咧？我已經有八達話啦，大家都是飲的，何必分這麼細？哦，咁又係喎，咁又啱喎，大家都是中國人啦，不要分那麼細啦 ，OK？ 我講唔出啦，因為我唔係揾緊大陸錢啊嘛，我揾緊大陸錢，我同你講啊，我挨共產黨啦，係咪先？喂，都唔係都要準備定啦，九月啲選舉係咪先？我愛共產黨，求收購。OK， 系咪要洗車底？冇問題，你俾錢我得噶啦。OK， 好啦，咁啊，而家講咩 ？Wolf Father， 我哋講緊今日講係飲品，即係 drink 或者叫 beverage。OK， 好啦，第三樣嘅飲品係乜嘢咧？我哋就叫做沖製嘅飲品。乜嘢意思咧？就是、我哋叫做統一啦，譬如好似 cocktail、咖啡。
我唔係講罐裝嗰啲喎，即係真係要經過一個嘅，可能一個技術，可能又話個 shaker 叭叭叭，或者有一個espresso 機，跟住同你特製一個嘅飲品出嚟，而嗰個飲品咧可能會有酒精，可能冇酒精，但係佢係需要一個所謂叫技術嘅過程嘅。但係講緊唔係用任何嘅粉末去開製嘅，打明白我講咩？OK， 明唔明先？唔明我講多次。呢樣嘢咧係屬於比較原材料向啲嘅，即係譬如咖啡，我沖杯 espresso， 我以係由個豆開始嘅。OK， 譬如我去酒吧飲杯可能咩 Green Island 啊乜柒嘢都好，係由個原材料開始溝嘅。而奶茶即係譬如嗰個我哋叫做珍珠奶茶嗰啲咧，係容許你現成粉啊，跟住奶即係大家會明白噶啦，奶茶冇奶噶嘛而家，大家知唔知㗎？奶茶冇茶，奶茶冇奶同奶茶冇茶噶嘛，你知唔知㗎？我哋應該會講啊，其實今日想講呢樣嘢，所以係分啲最主要分啲三種嘅，個中間嘅分別就係乜撚嘢咧？中間分別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如果你去到酒店，你諗住飲杯咖啡的時候，他沖雀巢給你，你會不會罵他呢？這個就是那個分別了，明白嗎？明白先 ？OK， 但這個不緊要，不重要，不重要的，即係究竟我哋今天不是係咪拗佢話究竟佢係咪原材料啊？呢我哋唔係拗一樣嘢，而今天很重點就是想講，我哋夏天而家大家都忍不住要買的珍珠奶茶 ，OK 好冇？今日我哋嘅重點 topic 係珍珠奶茶，但係一個橫切面去講嘅 ，OK。第一杯珍珠奶茶引入香港嘅時候係幾時？有冇人有印象？風魔全球嗰陣時個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嗰個風潮直情係冚到去美國嘅，大家有冇印象啊？但有睇新聞就知㗎啦。嗰陣時喺美國買一杯珍珠奶茶要$20嘅，大家有冇印象？有冇印象聽過啲新聞？喺澳洲開一啲珍珠奶茶店平極嘅都要$10，$12，即係圍到成$100一杯嘅。有冇聽？有冇嗰個年代有冇聽過？2000、97、98、95左右，鮮竹林係鮮竹林，我又係會講嘅。OK。咁啊，麻麻地明，唔緊要嘅 ，Russ 咗唔明唔緊要，今日唔係重點。奶茶冇奶，即係係咪奶茶？嗱 ，Even Butter， 今日個重點就嚟啦。嗱，其實咧我講啲嘢咧唔係新鮮事，但係咧可能你哋可能會而家先聽過，因為其實喺香港咧，無論任何報道咧，佢都未必會報得太深入嘅。嗱，其實好早期嘅珍珠奶茶咧，或者是很早期的所謂的台式特飲呢，或者是這個叫做茶餐廳式的特飲呢，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原材料在裡面的。什麼叫原材料呢？奶茶是沒有奶的，是用什麼啊？用奶精的，用奶粉的， OK， 紅茶是沒有茶葉的，是紅茶粉來的， OK。 綠茶粉、抹茶聽過，紅茶也有紅茶粉的， OK。 荔枝味的東西呢，全部荔枝味的東西全部都是叫香精，荔枝是沒有味的，它是得香味的，你喝下去的全部都是糖和假味素，叫做。所以開頭在台灣引入來香港，或者來登陸香港的時候，個個都哇好正啊，又有珍珠裡面 QQ 地砰砰砰砰。其實 很早期的第一代的所謂連鎖店，或者之前開了很多現在執拆曬那些，其實理論上是沒有任何的原材料在裡面的。因為為什麼啊？第一件事，成本問題。我哋去查，點解我哋以前咁追求茶餐廳嘅奶茶同埋紅茶或者檸檬茶先？
就因為要個茶底啊嘛，台長係咪先？係。嗱，台長雖然係飲齋啡嘅 fans 嚟嘅，即係飲咖啡嘅 fans， 但係你要明白茶餐廳，我哋有個叫水吧。嗯。個水吧咧，永遠咧都係有一啲茶膽啊、沖定等等成嘅。每一間用嘅紅茶都係可能係 Lipton， 但係因為你嘅水温啊、沖咗幾耐啊、浸咗幾耐啊、師傅手勢啊，個茶底越間間都唔同嘅。個紅茶底一唔同咧，就會影響住啲奶茶嘅味道啦，紅茶嘅即係檸檬茶嘅味道啦，甚至有任何溝咗茶嘅物品噶嘛。所以你未必知道，其實香港每年咧有個叫做茶餐廳水吧大賽嘅，係任何報啱啱完咗呀，6、7月呢段時間就比賽噶啦，就係每一間大嘅連鎖店咧，都會派出佢哋所謂嘅精英嘅水吧師傅咧，就係、是、參加呢個業界嘅盛事嘅。就係咩咧？就係裏邊有幾個比賽環節嘅，就係、是、1分鐘沖到幾多杯茶啦，茶嘅味道相唔相同啦，跟住檸檬點切啦，係啊，等等啊，成日你未必知噶，奶茶點搞啦 ？OK， 奶茶王係啊，巴特佬講啊 ，OK， 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喜歡喝茶餐廳的茶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都是去翠華，荃灣翠華間間都不同味的茶膽、嗯、所以我們有時候呢，即我們飲食界或者我們平時，因為我很喜歡喝凍檸茶，但凍檸茶呢不是間間做得好的，有些做得好，有些差一點的餐廳呢，或者差一點的連或者譬如去魚蛋粉那些呢，因為咧魚蛋粉嗰啲，佢都唔係一個有一個專業嘅水吧喺度噶嘛，佢純粹都係搭單飲，俾你交6蚊咁樣嘅啫嘛。可能佢哋嘅茶膽咧就沖過細嘅，咩叫沖過細啊？永遠都係嗰個，永遠都係嗰、那個，即係佢一朝頭早6點鐘翻嚟開檔嘅時候咧，就60個茶包就抌落個水度先，跟住飲下飲下飲下，跟住嗰兜水咧就用一日噶啦。嗯。OK， 但你去忙啲嗰啲餐廳咧，因為佢嗰啲茶膽咧去得快啊，咁佢可能咧佢要 keep 住做 keep 住做 keep 住做咧，咁佢嘅茶膽咧就會新鮮啲。大家有飲過紅茶就知道啦，浸得太耐咧，其實唔係苦味嚟嘅。嗯，茶膽如果你浸得耐，或者嗰個茶瓊得耐咧，有浸好搞笑嘅味道嘅，你係會 taste 到一啲茶葉嘅味道嘅。大家有冇食過樹葉啊？OK， 我知道一定沒有人吃過樹葉的，但小弟是吃過樹葉的。OK， 原因是什麼呢？遲些再告訴你，你會吃，你會喝到一些好像落雨、過雲雨，跟住譬如好像我們今天有過雲雨嘛，在草堆那裡永遠有一陣茶，有一陣草青味，草青味是那種味的，我就很不喜歡那種味的。所以就其實只是喝過茶底都可以知道那個茶新不新鮮，再加上檸檬的質素好不好呢？切幾厚幾薄都關事的。 OK， 那些不要說了，今天不是說茶餐廳，而是說他們為了要避免這些這樣的風險，茶放久了可能會溢，他全部一律會用茶粉的。費事煩呢？不費事跟你煩，我們落奶嘛，哪有牛奶的，以前全部奶精，好啲啊！俾奶粉你，咩叫奶精奶粉啊？一筆荷罐裏邊全部都係啲粒狀嘅粉末。好簡單，我唔知大家僆仔時老豆老母有冇飲咖啡嘅習慣喺屋企。係。咁你沖完嗰杯雀巢冇奶噶嘛？嗯。咁啊，一定要揾啲嘢落奶嘅，咁啊冇理由真係開盒牛奶嘅。係。咁啊，通常有樣叫伴侶嘅咖啡伴侶係嘛？係啦，就嗰啲咯。係啦，就係咁啦。我唔會今日阿 Mike， 我會慢慢講啊。阿 Mike 亮 ，OK 嗱，所以你要明白，當你連鎖店嘅時候咧，佢哋唔會冇呢個風險嘅。嗯，我作為批發，我作為源頭批發商，我批個牌，我判個牌俾阿 B 爺做。嗯，咁我冇理由俾啲新鮮嘢你噶。或者我成本上冇理由買啲新鮮嘢翻嚟搞嘅，係啊，所以你係好早期嘅茶餐廳，特別係連鎖嗰啲，哇，啲奶好香啊，
哇，佢嘅茶好好味啊！哇，哇乜柒啫？哇，假嘅，全部都假嘅。後嚟因為我哋香港有樣嘢好，自由經濟社會，嗯，唔好嘅會淘汰，嗯，跟住慢慢就開始啲人就提升個口味啦。屌你阿媽，十都係俾十八蚊，我點解唔飲個好啲嘅先？係。咁於是咧就開始有一啲比較所謂叫做高檔少少嘅珍珠奶茶店啦。嗯，自稱啊。自稱啊，到而家都仲有嘅。譬如好似去一田咧，會有一間綠色嘅。係一田入邊。一田入邊有一間綠色嘅茶鋪嘅，係啦。咁就咧，佢標到明咧係新鮮茶葉沖製嘅，綠茶都係新鮮泡嘅。即係，但係佢賣緊可能28蚊咯，32蚊一杯咯。嗯。OK。或者嗰啲冇咁離地啊，冇下下都40蚊一杯珍珠奶茶啊，中檔少少嘅，有啲叫做水果茶，嗯 ，OK， 雖然都係用茶粉沖，但係佢俾果汁落去，嗯 ，OK， 即係俾真正嘅果汁落去，唔係俾啲橙粉汁你落去 ，OK， 咁嗰啲咪可能譬如某個牌子叫咩亭咩腳亭咁樣嘅咧，係啊。即係曾經有個代言人係好矮嘅 ，super 嗰個咧 ，OK， 咁嗰間嘢咪好出名嘅就係水果茶咯。係啊，雖然都係茶粉㗎啦，但係佢係俾抌少少本，就係佢係俾果汁落去嘅。咁佢又唔使話去到40蚊咁貴，但係又唔使同嗰啲10零蚊嗰啲鬥咯，可能22啊、28咁樣咯。OK， 係咪一定要拉茶？天人啊，識嘢啊 ，Angel B 啊 ，OK。是不是一定要拉茶？不是的，冇噶，咁冇呢啲嘢噶，邊有你珍珠奶茶店邊有拉茶啫？黐線！如果你見到珍珠奶茶店嗰條喺度，哦先生，你係咪要珍珠奶茶啊？咁樣啊，佢要做一日做幾多次啊？你發神經嘅 ，OK 嗱，咁所以而家珍珠奶茶店咧喺香港係分咗兩派嘅，第一派就係高級派，賣啲原材料嘢啊；第二派咧就係大家仲係飲到嗰啲咁嘅乜。我哋講三大鋪頭 ，Combine、貢茶同埋揭腳亭，即係呢三間。嗱，呢三間鋪頭咧，葵芳都係有嘅。唔係阿咪，係香港得鬼行拉茶，唔係得鬼行拉茶，係重點係香港啲師傅手勢拉咧，就應該拖地拖到喊。變咗我咩變咗你買你春秋二祭啦，變咗係啦，你買兩杯電咁啊，飲啊，你買翻嚟啊，你隨時買一杯，佢要沖兩杯先得，翻電走咁樣啦，翻嚟啊，你係咪要奶茶？翻嚟啦，阿強，係咯 ，OK， 你買一杯，佢要沖兩杯先夠，係啊 ，OK， 嗱，我淨係講呢三間啫。好冇嗱，如果俾你哋排嘅話，你哋點排先？認真嗱，我唔計你係飲佢啲夏日特飲啊，定係乜？總之，如果有三間喺度，你點排？揭腳亭、Combine 同埋貢茶。嗱，我講先好冇？哦，貢茶、揭腳亭、Combine， 貢茶大過揭腳亭，大過Combine。即係貢茶第一。係咁啦，台長咧，我都貢茶第一嘅。是貢茶第一，是因為喝開以前 ，OK， 以前喺荃灣嗰時，新城有間啫嘛，成日幫襯有時，喺隔離啊嘛，喺鋪頭隔離嗰度，係貢茶第一，跟住咧，揭腳就好少飲，所以我會揀Combine先。好Combine先，嚇，跟住再係揭腳亭。係因為點講啊？即係貢茶以外，最常會揾到嘅都係Combine多啊。鋪頭多啲，意思係我見揭腳反而少啊，係揭腳少鋪頭啲嘅，少鋪啲嘅，係 OK。Angel B 就話啦，係啊，夠假 ，Combine 夠假嗰條排啦，夠假有時候，哦，有陣時係咁樣嘅，因為夠假係啊。你哋排咗先啦，喂，你應下我啊，你應我啫，大佬啊 ，OK。嗱，咁我講咗先啦，咩啊？你喺揭腳亭 office 做個零月，咁嗰時係做咩嘅 ？Jason， 你可以講下喎，係咯，你可以講下喎 ，OK。嗱。在我的角度來說呢，這三間東西呢，其實呢 Combine 呢，我不怕得罪人家，從來都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我有老闆撐的啦，每個月給60萬，是不是，做會計 OK。
Combine 咧係三間裏邊咧做得最差嘅。嗯，我唔知點解。我講香港啊，唔係講深圳啊，咪個 OK 好嘛？超淡。Combine 咧，無論任何嘢咧，都係好渣嘅，求其，好柒求其喎。OK， 讀中學嘅時候飲太多已經唔中意飲。OK， 即係你大家咧，我真係好，我真係好戇居咁走去試。係。大家有冇飲過咩叫？有冇飲過一個系列叫奶蓋系列啦？有。以前係好興噶嘛，到而家都好興噶。但係咧，你一杯正常嘅一個嘅奶茶底，或者珍珠奶茶，或者芋頭奶茶啦，芋頭珍珠啦，跟住上邊咧係有一個。有一陣好重嘅奶嘅 ，OK， 跟住嗰層奶又好似厚到好似忌廉咁，但又唔係忌廉，但又唔係忌廉喎。拌啦，即係你好難好難講得出嗰個質地係乜嘅，但你吉落去咧，佢係一層嘢咁啱啱封住嗰個飲品面嘅。我成日都唔識飲嗰個嘅。即係似咧，你去兜巴星咧，係。豆巴星好興，即係豆巴星就奶拿鐵或者唔係 Macchiato， 係 Macchiato。Macchiato 最常噶啦，佢係老練咁一浸泡喺邊嘅，係喎嗰種情況。係喎，但係佢啲 Macchiato 就輕身啲嘅，係冇。係啦，奶蓋就好重身嘅。OK， 我到而家都唔識飲嗰個嘢嘅。嗯，係咪要攪勻佢啊？其實冇啊，照飲佢就唔理啊。但係你照飲，你飲到最尾係一撇嘢噶嘛，系，跟住就狂啜，佢就一啜就好濃味咁樣噶啦，咁啊，哇，好滯噶嘛，滯啊！我到而家我都唔識飲嗰個奶蓋，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係點飲嘅？即係係攪勻佢啊，似過期奶泡，係差唔多，即係攪勻佢啊，篤散佢啊，定係點柒樣飲嘅咧？嗰個嘢係，我都係就咁飲算，唔諗啦。我都係就咁飲啫嘛，因為逢星期二咧，星際之梯嗰、個主持阿博士咧，一定要買嘢俾我飲嘅，係啦，呢個我同佢約定嚟嘅 ，OK。咁啊，大家都係飲過奶蓋，嗯 ，Combine 嗰個奶蓋咧，堪稱係世界上最難飲嘅奶蓋，係。嗰撇嘢已經係一撇嘢嚟㗎啦 ，Combine 我係少數唔敢嗌奶蓋，係喎。我唔知點解係我唔好彩定乜嘢咧，總之我飲親佢嘅奶蓋咧，都係有種想反胃嘅感覺嘅。OK， 所以我試得兩次，我最後就放棄咗呢間嘢啦，直情。OK， 奶蓋好鹹。嗱，兄弟 Mike 亮，你飲過奶蓋係鹹噶嘛？我飲過都係鹹噶，但係 Combine 嗰個咧係冇味㗎，嗰個係，仲要係酸嘅喎。其實我極度懷疑是變壞了的咯，不過算啦，我冇死到就由佢啦。我而家咪話真係過期咯。係啊，廣播節目去咗星期一啊嘛，永旺 OK 嗱，所以而家我肯買，我一定是貢茶我先飲奶蓋嘅，因為貢茶咧係有落鹽嘅，即係有落少少鹹味咧，去吊一吊個味係好OK 嘅。但我到而家我都唔識分嗰、那個即係點樣飲啦 OK。第二，我唔講佢供奶蓋嗰啲啦 ，combine 嗰啲咧，夏日特飲啊，水果茶嗰啲咧，係 hea 到一個極點嘅喎。譬如話，我去供茶或者係歇腳亭，可能夏日特飲檸檬樂咁樣，通常有啲檸檬肉啊，或者有啲嗰啲有啲叫愛玉喺裏邊噶嘛。係啊，即係大家知唔知咩愛玉啊？唔知哦，愛玉啊，一個愛個愛做愛個愛，玉曬個玉啊。嗯係啊，愛玉嘅，即係有啲啫喱狀咁樣啦，或者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啫喱條啊咁落嘅。啊 ，combine 嗰啲嘢咧，奇柒怪喎。檸檬話用酸奶啫。咩啊？酸奶？唔係，冇可能啦。似喎，飲落口味唔似喎。酸奶我成日用啦，以前煮印度嘢或者以前煮嗰啲中東菜。酸奶成日用嘅，我點會唔知道酸奶係咩味啊？新鮮嘅酸奶我都食過添啊，反胃啊！食到你嗰啲羊奶或者牛奶味咧，係濃到咧，你好似以為新鮮揸出嚟，再即係新鮮揸出嚟揸住一公升，跟住煎即係煲乾佢，煲到一公即係新鮮揸出嚟一公升，煲乾佢煲定一杯咁嗰啲咧，係啊，新鮮嘅酸奶好好食噶，係啊，但係你如果頂得順嗰陣羊酥味或者牛酥味咧，就 OK 咯。OK 咩？
咩？嗰時任你飲，因為我咩啊？因為我嫌佢煩得滯，有啲糖尿病，所以想有糖尿病。OK， 奶蓋其實咪我唔知啊，咪我到而家我都唔識飲嗰個奶蓋。我搞暈佢，如果我搞暈佢咁，咁、那個奶蓋嘅意義喺邊度咧？嗯，係啦。Anyway， 我唔討論個奶蓋啦。OK， 嗱，咁我哋繼續講翻我哋嗰、那個，繼續講翻我哋嗰、那個華夏腸先啦。OK， 嗱，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大家嗱，唔好千祈唔好去啊！我講俾你聽，你千祈唔好去啊 ！OK， 但係覺得千祈唔好去啲人就走去先啦。OK， 越叫佢就越去。嗱，佢哋咧有嗰啲夏日特飲嘅檸檬樂嗰啲咧，襟包都係 hea 到極點嘅。佢係可以同你咧檸檬汁溝個茶就叫檸檬紅茶。係啊。喂，你俾啲啫喱啊，大佬！你俾啲珍珠、透明珍珠或者乜柒都好啊。OK。即係相比起貢茶或者相比起揭腳亭咧，你試下睇下佢啲特飲，明知嗰啲都係化學品嚟噶啦嘛，係都係溝噶啦，佢都係溝出嚟噶啦，但係佢會俾啲愛玉你啦，嗯，俾啲果肉你啦，甚至係貢茶同埋揭腳亭咧，有啲有個叫鮮果嘅系列嘅，譬如梅有前夏天咧，佢有個系列咧就叫做西梅系列嘅，嗯，或者話梅系列嘅，佢。裏面譬如話梅檸檬茶咧，佢真係會俾檸檬肉你嘅 ，OK， 即係已經進化到係用檸檬肉嘅。當然啦，唔係太多啦，咪酸死你啦，係咪先？對唔對？嗱、嗯，個問題就係我到而家都唔明白點解襟包可以生存到嘅。OK， 算啦，我哋唔好再講呢間鋪頭啦。OK， 好冇？嗰時人就係犯賤啊，叫出嚟唔好去，你咁中意去嘅。OK， 喂，同 Inception 一樣。叫你唔好諗大笨象，但直接就諗大笨象 ，OK？ 明㗎啦，明㗎啦。去到 Inception， 我真係大鑊啊今日 ，OK？ 未去到咁有營養喎 ，B 巴打 ，OK？ 好啦，咁我哋講翻珍珠奶茶啦。其實排呢個名咧，咁純粹係即係吹水講兩句嘅啫。我而家個問題就問大家啦。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哋去親呢啲珍珠奶茶店，一樽珍珠奶茶嘅店鋪咧，你係會嗌乜嘢茶嘅？每人講一個嗱。即係我咧，我一定係要講先噶啦。我永遠都會嗌香芋珍珠奶茶嘅。嗯。台長咧，即係如果俾你揀，即係如果俾你嗌啦，咁啊，就嗌乜嘢咧？係啦。我好衰嘅，我夏天唔嗌嘅，夏天唔嗌基本上，我通常都秋冬跟住嗌佢熱飲嘅。咁啊，熱飲咧通常嗌嚟啊嗰幾樣，一係姜茶。姜茶你會嗌嘅。一係黑糖茶。黑糖茶 ，OK， 檸檬綠茶 ，Super Me 就話檸檬綠茶 ，OK， 好合，好合理啊！珍珠奶茶小珍珠 ，OK，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佢俾太多珍珠，飲到好飽喎，係，係啊，同埋我係嗌細珍珠咯，以前我中意嗌大珍珠嘅，後嚟咧，我覺得細珍珠其實好飲啲嘅。紅豆奶茶 ，OK， 強斌啊嗱，紅豆奶茶 ，OK， 仲有冇？仲有冇？仲有冇？答下喂，答下認真。嗱，仲有冇？仲有冇？答埋先，答埋先。珍珠小冰小甜，多冰少甜，飲四杯就。朱古力。奶茶多甜少冰飲四杯就，我朱香芋都有，我同你一撚樣 ，OK？ 阿小袁啊，你同你一撚樣係講邊一個咧？係講我一撚樣啊，定係 check one bar 打對上線第一個一撚樣咧 ？OK， 嗱天人啊，即係頭先之前提過咪喺一田成日有間叫天人嘅，佢係以新鮮茶或者新鮮料去做賣點噶嘛。我老婆咧好中意飲天人嘅，佢而家唔飲其他嘅，淨係飲天人嘅啫。即係你話啊，即係呢個老公真係即係縱壞曬啲老婆係咪先？係啊，真㗎。你知道咧？係啊，即係做壞曬榜樣係咪先？我老豆教落呢女人冇一百歲都唔好俾飽飯佢食㗎嘛，係咪先？我啊真係做壞曬規矩啊。OK， 我老婆咧好中意飲天人啊，天人茶即係嗰個叫天人嗰個所謂嘅鋪頭啦。OK， 佢裏邊有個茶咧。就叫做香芋抹茶。OK， 咩叫香芋呢？佢系揾新鮮嘅芋頭，即係當然啦，係煮咗啦，即係唔係生芋頭啦。嗯、煮完出嚟之後咧，將佢剁碎，變成一個香芋粒或者香芋漿。
再溝落一個新鮮嗱，綠茶同抹茶分別喺邊度？大家知唔知道先？台長，你知唔知啊？知道。知啊 ，OK。大家知唔知道？唔知嘅打一，更新。OK， 天然有茶味同包度新鮮奶真係正。OK， 大家知唔知道綠茶同埋抹茶分別係咩先？因為呢個要解決咗先嘅。OK， 嗱，咁我老婆就係好中意飲嗰個香滿抹茶。茶又香，新鮮香芋肉，又可以自己教小甜啊等等啊成，但咧我自己咧有樣嘢就好衰格嘅，我就覺得嗰個香芋味唔夠假，你明我講咩啊？我哋平時食開香芋雪糕嗰啲，全部都香芋精、香芋粉嚟噶嘛，真係調出嚟噶嘛，調出嚟噶嘛。即之前某個牌子咪有個廣告，咪有條紫色嘅撚樣，紫色頭髮嘅撚頭喺度，咪賣香芋雪糕嘅。係啊係啊，我係中意食嗰個味噶嘛，我中意食化學味噶嘛。係，明擺到明香芋頭咪嗰個味啦，係咪先？我食咗咁多年芋頭都冇嗰個味嘅，都唔係嗰只味噶啦。我由日本嘅芋頭到香港嘅芋頭都食過，都從來都冇出現過香芋雪糕嗰種味嘅，係咪先？唔係，我試過一次。好難，係煮嗰次咩事咧？煮到個芋頭真係淋曬，變咗漿嘅。係，跟住我唔記得咩情況下調咗味定點咧，食落去係似嘅，似啊！但係都唔係嗰只味嚟。係啊，所以咧，我係好中意食嗰個即係嗰個某一個牌子嘅 drumstick 嘅。嗯，嗰個香芋味咧。金色是那間牌子才有的了，假到爆，我就是喜歡那個味道。那史嫂呢，他就不喜歡那個味，他就喜歡新鮮芋頭味。所以呢，就買那個，買天人那個茶莊那個Signature的飲品，那個飲品$32的。OK？但我是犯賤的，公茶$16那個就 OK 了，因為是真的溝出來的，你那種假啊，是啊，我也是喜歡假味，你明白的。 OK， 好了，天人是正的，是啊，真心，但是它貴嘛，你$32喝杯茶，我們去公茶或者我們去揭腳亭，你大的是說真的那麼大支的嘛，那麼柒大支的嘛，是咁你天人嗰啲係一半嘅啫喎，如果佢有間嗰間鋪頭有陣時黑心啲，俾多兩嚿冰你就冇嘅咯喎杯嘢。係個冰有咁大粒得我大粒，啲飲通有咁粗得咁粗，飲完啲人咪閃咯。做咩做生意係咪要我教你啊？食神上身嘅啦嘛，係咪先？對唔對？咩啊？真微波同假大波會揀咩？我依家先答你呢個咁哲學嘅問題啊。OK， 嗱。有冇回味過？咩叫回味過 ，Jerry？OK，、okay， 好啦，嗱，即係我唔討論係咪貴，即係一定係貴噶啦，即係唔係唔貴嘅，一定係貴。OK， 咁但係個重點就係、是、我哋有一樣嘢咧，即係我哋飲過啲所謂夏日嘅茶咧，有一樣嘢好搞笑嘅，我唔明嘅。OK， 我到而家都唔察明嘅。即係話。哇！譬如我飲香芋奶茶，係，我咪飲香芋奶茶咯。OK， 我飲呢、這個珍珠奶茶嘅，咁其實喺我角度嚟講，其實我唔係嗱，就第一，我死坦唔係諗住將佢複雜化嘅，而係話我真係可能真係嗰日好熱，好似我今日出去做嘢咁樣，好熱，經過 come by， 經過貢茶，喂唔得，真係好熱，我咪買杯檸檬綠茶咯。我知道你是溝粉的啦，我知道你不會給新鮮檸檬我的啦，是不是、我純粹騙我純粹是想喝杯嘢咁解嘅啫喎，係咪先？係啊，冇問題啊呢樣嘢，所以史丹唔係話要將佢複雜化或者將佢深奧化，而係有一樣嘢你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好緊要嘅，你要明白你嗌乜嘢係最底屌嘅，係咪先？頭先講咗啦，所有嘢都係溝粉嘅時候。你嗌乜嘢系列會係最直租呢？啊，今日個問題係咪好益智呢？每一間餐廳或者每一間鋪頭都有佢 signature 嘅 dish 嘅，即
即係所謂嘅招牌菜啦，係咪？嗯。而每一間鋪頭所謂嘅嗰啲叫咩啊？即係依啲咁嘅珍珠奶茶店咧，其實都有佢嘅強項嘅。你係唔會見到佢撞嘅，好少撞，好少撞嘅。點解啊？傾過偈噶嘛，即係依啲明噶啦。OK， 唔講太多啦。OK， 費事我屈佢啦。OK， 呢啲鋪頭從來都唔會撞噶嘛。你有冇見過撞啊？我都話今日係大踢爆啦，係咪先？你combine做緊檸檬綠茶系列，你貢茶就永遠都見唔到檸檬綠茶嘅，可能係蘋果香芋味。唔係，你會見到綠茶，你會見到蘋果，但係你唔會見到兩撈埋嘅，係咪先？嗯。跟住你行過隔離 Keep Getting， 你就會見到可能係呢、這個紅茶奇異果。嗯。係咪先？你係唔會見到呢啲所謂嘅連鎖店係同一時間有相同嘅物品出噶嘛？嗯。咁呢個係叫做大人嘅事情 ，OK？ 嗯。OK， 明白呢啲叫營商手法。係啦，咁我唔知道究竟係傾過定點啦。OK， 你自己明㗎啦。OK， 好啦，咁其實如果真係要 challenge 咧，你可以嘅喎，合謀定價或者係聯合，即係上架之前傾過偈，你係告得入佢嘅喎。OK， 之前油公司都賴過嘢㗎啦，合謀定價啊嘛，呢叫做。但係咧，好多人會。冇人咁無聊啊，咪先走去告個奶茶店做乜柒啫，係咪先？對唔對？係啦，所以啲人，唉唔緊要啦，咁啊其實都好嘅，我唔使撞啊嘛，即係有啲人係腦殘噶嘛，啊佢今期做呢個特飲我試下啦，咁係咁嘅啫 ，OK？ 好啦，波霸奶茶，你知道咩叫波霸奶茶啊？佢問啊，嗯，真心，你知道咩叫波霸奶茶 ？OK？ 史坦使唔使加配料？即係咩意思？我要加配料。唔係你嗌茶，我會加嘢。我會加嘢噶，依家再講啊。咩叫最直租呢？就係、是、有一樣嘢咧，大家要明白。之前我講雪糕嘅，係講過噶啦。果肉係最煩嘅，係。所以史坦咧，史坦，譬如我嗌嘢嘅時候咧，永遠都係會嗌有果肉。是要俾啲嘢麻煩人嘅，係嗱 ，Keep Getting 有一個叫水台灣水果茶系列嘅，佢裏邊有好多，譬如有水果，有橙啊，那個嗰杯嘢咧，嗱我坦白講啊，嗱冇收錢噶啦 ，OK 冇可收錢 ，Keep Getting 佢嗰個台灣水果茶系列咧，佢係做得好飲嘅，佢裏邊有果，即係有好多嘢嘅。佢嗰個水果茶嘅質素咧，我敢講係拍得住所謂香港嗰啲台式餐廳坐喺度，有間叫做乜嘢木嘅，茶乜嘢咁樣嘅 ，OK 明啦兩個字啫 ，OK 乜嘢木同茶乜嘢 ，OK 嗰間咧係香港近年咧好興起，即係好風潮嘅一間台式食肆嚟嘅。係啊。佢裏邊係賣咩咧？賣厚身嗰啲雪糕多士啊。嗯。有冇睇過啊？淋到西咁撚高嘅咧，跟住上面有一個雪糕，下邊一嚿多士，跟住台即係懶係台灣引入噶嘛。嗰個好懷疑緊係咪多士啊？直頭成個方包攞嚟叮啫嘛。係啦，佢就即係可能焗咗啲方包，跟住偷空佢，跟住切幾嚿，跟住雪一層雪糕，一層多士，跟住淋啲醬上去，咁啊淋到山咁高噶嘛。嗯。嗰間啦叫做 OK。佢最出名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茶葉蛋，第二就係佢所謂嗰個咩雪糕山，第三樣嘅就係所謂嘅台式飲品。我飲過 Keep Getting N 咁多次 ，Keep Getting 嘅水果茶系列，我唔記得22定係25啊，我唔記得定28啦，我唔記得咗。佢個味道同埋佢嘅料啊，當然啦，你坐喺茶餐廳或者坐喺嗰啲台式餐廳，佢係俾新鮮水果你啦。即係你見到係一粒粒檸檬啊，或者一粒粒士多啤梨啊，咁樣咧，佢就可以即係你俾你見到個水果啦，即係好睇啲啦。是啊、但嗰間咁嘅乜嘢茶？乜嘢木？啊乜嘢木茶乜嘢？嗰個水果茶講緊40几五六十蚊一杯喎。嗯。跟住佢下邊咧，同你煎個爐，跟住喺度卜燒住個茶膽。嗯。跟住上面有一包 Litton， 跟住好多水果，跟住俾你斟咁啫嘛。如果要純粹唔計 presentation，
即係唔計佢一系列嗰啲咁樣嘅裝飾品啊，或者嗰啲嘢 ，Kit Kotting 嘅水果茶系列咧，我係寫包單，個味道係絕對唔差嘅。嗯，大家可以試一下，真心，真心認真。OK， 咁貢茶咧，佢有樣嘢好，我唔知佢用邊只奶粉 ，OK， 但係佢嘅奶茶嘅東西咧。是特別好喝的，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它真的有鮮奶，我不理，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什麼果然是茶，你是不是選難get啊，那個字數你是不是選難，哎呀 Angel B 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出來啦，我都說沒有收他的廣告了，是不是，你肯定有跟女朋友吃過啦，中伏啦，肯定是藝文青你那些 OK、OK邊度有咩？邊度有啊 ？Kit Kotting 邊度有？哦，葵涌有一間，即係葵芳廣場有一間。係啊，如果你上嚟金龍樓嘅時候，可以探我哋，我順便去買一個 OK， 記住買埋我杯，唔該。好，果然係茶，呢間冇食過，大家去試一下啦。嗱，OK， 咁講翻茶先啦，今日唔好偏離太多主題。OK， 咁啊，公茶嘅茶膽咧係好飲嘅，真心係好飲嘅。OK， 但係。如果真的要給試一些所謂的好一點的東西，我是強烈建議大家 去天人，即是綠色標誌那間天人。嗱 ，Kit Kotting 可以去試個水果茶啦。大家有生之年，不要有生之年那麼誇張啦。你試一下天人，天人的店頭都多的，但一定是沒有連鎖店那麼多的啦。你試一下天人這間嘢，佢店頭咧有自己的茶包啊，有埋自己的茶葉賣的，OK， 佢呢間天人咧，佢全部係 sell 即叫即整嘅，無論係茶啦，無論係水果啦，甚至係一啲所謂嘅一啲 mix up 嘅飲品。你飲熱茶咧，佢就一定係新鮮沖俾你添。你話飲凍茶咧，佢都可能沖定咗，佢有個壺咁樣斟俾你。但係熱茶咧，天人佢一定係新鮮沖俾你嘅。大家可以試一下好味的所謂的不說好味，因為今天不是叫教大家品茶，品茶又是另一樣歷史或者學問來的、OK? 但如果想喝好一點的茶，想即是試一下茶味，你可以去天人去試一下，天人所有的系列都 OK 的，平平地二十多元都 OK， 喝好一點喝它綠茶或者抹茶系列去到二十多元，加一點送就三十元都可以值得一試嘅，但係個量就好少啦，不妨去試一下，唔好再飲奶精嗰啲嘢啦。認真，天人貴，但係飲唔出特別。唔係㗎，天人嘅茶咧係有俾心機做㗎，係啊。佢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當你因為我小弟咧有品茶嘅，即係唔係就係飲酒嘅，我哋都會品下茶啊咁樣嘅，飲下茶。其實我哋係係癲到咧。是有個茶座的，記唔記得阿 B 啊？係，係啊，即係有個茶座嘅，即係一個壇咁樣嗰啲嚟噶。係跟住你就見到嗰個師傅喺度，喺度作法咁樣嘅，前邊幾十隻杯，跟住幾十個茶壺，跟住沖嚟沖去咁樣嘅。天人嘅茶咧係絕對 OK 嘅，係絕對合格嘅。如果以一個嘅一個以品茶嘅角度嚟講，好冇？好啦，跟住咩？加送港島啲食飯咁咧，品燒添啊。OK，Angel B 就話啦，香港天人嘅鮮奶茶用波喺度奶算底屌，台灣只係用半桶。係啊 ，OK 噶 ，OK 噶。公茶啲茶好飲，但係幾甜，你可以叫佢小甜啊嘛 ，Janice， 你可以叫佢小甜噶嘛。OK， 即係佢落少啲糖俾你啫，都係，落少啲糖漿俾你啫。OK， 好，咁啊繼續講翻個茶先。OK， 天人啦。Kit Kotting OK 嘅，可以去試一下嘅。所謂嗰個 tea 即係咩木啊茶咩嗰間咧，去食嘢都 OK 嘅。嗱，但係我就係問啦，我想問一下大家，你大家有冇飲過台灣嘅珍珠奶茶先？有冇先？嗯，我哋就有啦，即係我一定飲。咁問題就係香港，你飲過珍珠奶茶？你有冇飲過台灣出土嘅東西先？實有冇試過啊？有冇專登走去？喂，台灣香港飲得多啦，
去台灣飲下台灣嘅品牌先咁樣嘅。嗯。有冇啊？聽日去藍田傑決定試下嘛？貢茶啲鮮奶係用藍色全脂，係啊冇錯。其實佢奶係唔差嘅，所以我唔知佢係咪有加新鮮奶。OK。其實咧，坦白講，做得連鎖。做得大型的、所謂的叫做 IP 的販賣，其實個味道是差不多的 OK， 即是不會說台灣奶茶特別好喝的樣的，隨時是更難喝過香港的是啊，真的即你不要以為、啊、珍珠奶茶在台灣引入來就台灣會好一點，其實不會的嘛，都是那些料而已。你話講究啲嘅，咪啲水唔同咯 ，OK？ 咁問題就係你珍珠嘅做法都一樣嘅啦，佢都係批發落嚟、船運過嚟啊、火車運過嚟啊、空運過嚟，都係嗰批珍珠噶啦，都係嗰啲茶粉噶啦。所以其實你喺台灣飲珍珠奶茶，其實都冇乜嘢好講究嘅，反而可能隨時仲求其添。而喺香港地咁特別，係有所謂嘅高級嘅選擇嘅，零零舍舍嘅喎。嗱，講翻少少歷史先。美國啊、澳洲啊，因為我妹住澳洲噶嘛，其實珍珠奶茶店咧係賺過一水錢嘅，即係嘣啊咁樣，跟住全部執曬。澳洲嗰時係咁樣，成個 Melbourne 嘣啊都係珍珠奶茶店，跟住嘣啊又執曬。唯獨是香港咧，佢有。它是能夠生存到一些所謂叫高級的茶店的。我說的不是品茶的茶社，而是說坐低嘆那隻，是的，而是說真的很 focus 一件事，就是說、啊、喝慣垃圾不如這樣做些好一點的給你喝吧，譬如天人這些生存到 的。所以心態上我告訴大家，其實香港飲珍珠奶茶或者飲呢啲咁奶茶嘅地方咧，其實要比其他嘅國家，甚至比台灣佢本身係多選擇好多噶。咖啡店就唔夠台灣嚟，但係你講果茶店，香港絕對唔會輸，真心。員工表示咩？員工表示貢茶冇用新鮮奶茶蘇式，新鮮奶我唔知喎。但我所以我不清楚，所以我一直都是說什麼現在英國吹緊吹是什麼跟住草什麼史坦，你之前提過奶茶那個茶骨滑一點，請問是哪裡茶底滑一點？茶底滑一點，我之前提過是哪一集你是說什麼我是說什麼的那時、我不知道你再說什麼，我不知道，因為貢茶我真的不知道，但它的奶是香一點的，等等，可能用的牌子好一點，我不清楚。講下太平館啊，都得，我都想講呢啲餐廳，係啦，講俾我圓埋今日嘅話題先啦 ，OK？ 嗱，所以你問我咧，我如果以三十幾蚊一杯咧，的確貴，但係相比起而家所有香港、台灣、台式餐廳而坐得飲咧，就倒不如去嗰啲茶館好過啦。呢個係我衷心嘅建議嚟嘅。即係如果你哋有人做 tea wood 嘅話，或者你係 tea wood 嘅老細，真係唔好意思啦，我都只能夠講，你呢間嘢真係好唔撚抵咯，我唔會再去噶啦，真心，係啊，你當我窮啦，係啊，好柒窮啊真係 ，OK， 咁所以我唔會再去，但係反而如果香港人真係想試下好啲嘅茶，果茶，混茶。頭先嗰啲鋪頭，我講嘅鋪頭係 OK 嘅，真心 OK。史丹好少翻兜嘅，同埋史丹好少動鳩人嘅，真心喺飲食方面，即係除非我嗰個心情唔靚啦，啊，如果唔係嘅正常我都唔會動你嘅。OK， 馬田公茶咩message retracted 嘅？點解？點解 retract 咗嘅？佢自己撳咩？唔關我事。T-Wood 呃啲港女，老實講唔好飲，不過對於外國人嚟講係新鮮，係嘅 ，OK 嗱，所以新時坑啊嘛，新時坑啊嘛，不嬲都係㗎啦。如果唔係點解一開風琴汁啫？係啦，所以香港嘅茶嘅水準咧係 OK 嘅。而
其實冇乜嘢好討論嘅，對於呢三間鋪頭。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香港咧有一啲細鋪做唔起嘅，譬如好似有人提過嘅，好有間叫 COCO， 人哋唔係叫 Coco 啊，嗰間叫 COCO， 係啊，即係等於買啲牌子咁啦，即係 Hermes 唔係讀 Hermes 啊 ，OK， 即係。LV 不是讀 LV 啦，你明白的啦，是 OK， 那間叫 COCO， OK， 那間嘢呢好得意的，它是做很多很特別的味道的。香港那些貢茶舖呢，或者combine 舖呢，很少會做一些特別的味道，譬如說菠蘿味、奇異果味，好少做嗰啲噶。但係嗰間 COCO 咧就做好多呢啲熱帶果嘅味嘅喎，好得意喎！你又可以走去試下，又唔係貴，十零蚊杯，不過好難揾啊呢間。好啦，咩？等等啊，喂，係點咩事？講電話。係。係啊，佢預產㗎啦，係啊，冇錯啊。唔係誒，如果佢今晚冇作動嘅，就會入醫院咯。應該會係嘅，應該會係嘅，係應該會催生嘅，冇錯。阿嫂好正常啊，佢翻咗屋企啦，係啦，我今日都會早啲翻去嘅。唔知啊，我睇下點安排啦，我睇下佢今晚點先啦，因為睇下聽日，如果佢係完全冇重症嘅，我都會安排佢入院噶啦。係啊。好啦，我通知你啊，我通知你啊。OK， 好，拜拜。唔好意思啊，呢個電話一定要聽嘅。OK， 好啦，咁就就榴蓮味啦，係啦，榴蓮味又有啦。所以真心介紹夏天嘅，如果唔係貴嘅，可以試下頭先市壇嗰啲選擇，係啊，可以你又可以比較一下咯，即究竟係咪真係市壇講到咁好？如果20蚊同25蚊。是爭一段距離的，那你咪俾多5蚊飲好啲咯。你發覺唔係喎，屌你咩天人我都試過，都唔係咁好嘅啫喎。咁你咪下次咪為鬼飲佢咯。32蚊都覺得唔好飲嘅，咁既然都係飲，即係既然都要飲嘢啦，咁梗係買啲20蚊大大杯解渴咪算咯。其實冇所謂㗎，係啊。但係唔好再有個誤會，或者唔好再有個嘅叫做嘅誤解，就係話。啊！啲台式店啊，特別係嗰間 Tea Wood 係咪真係好飲啲咧？我到而家都仲聽到我老婆啲朋友啊，喂，嗰間咁嘅嘢，佢個水果茶好出名嘅喎，不如走去試下咯。一個茶咩嘢咩木嗰間餐廳嘅水果茶，係等於你喺決嘅亭買3杯啊！同你講，係啊，咁又何必咧？係啊。咁所以試下啦，好唔好？今日個話題去到呢一度啦，好唔好嘅？天人唔好飲，唔知我翻去照。好嘅 ，COCO 喺將軍澳有間 ，OK， 恭喜曬你啦！好啦，咁啊，收波翻嚟就會係我哋嘅係咪 Pokemon Go 啊？係啊 ，Pokemon Go 啦！今日繼續捉比加超，下個禮拜空手再見，拜拜。